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您看到了这场比赛63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，邓泽奇对阵来自西班牙的克里斯蒂安。 哇！现在这场比赛，邓泽奇用自己非常出色的连续进攻，把克里斯蒂安顶在了绳脚边上。这场比赛，很多的观众对邓泽奇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。今天邓泽奇啊，这其实也是在自己主场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听到现场一个山呼海啸般的这个欢呼啊！克里斯蒂安现在整场的局面已经被邓泽奇完全压制住了。 开始进行对攻，克里斯蒂安刚才直撑腿，看连续遭到这个邓泽奇的这个进攻扫踢。哇！低位的扫砍，左腿开始出现了问题，我们看。对，邓泽奇肯定会继续砸地上，继续走，还在砍，还砍。低位的扫砍腿呢，是一种叠加性的进攻啊。 在达到一定程度上，对方的大腿肌肉群会痉挛，相当于这个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积累。陈磊老师已经叫停了比赛，邓泽奇以一场非常漂亮的 TKO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啊，为了保证选手的安全，啊，这个叫停了整个比赛。那么这场比赛，邓泽奇以自己的砍扫腿宣告了自己的归来。红方胜。